新版141竟有这样的威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动摇。这两天排位我全用的原品，原因是加强了，官方修改了它的音效，大大提高了打击感及整体手感。你听听这声音，我感觉拿着一把连发大炮在突突，威慑力十足。直接看实战，这把的队友冲 A 预瞄一下，看一眼断墙预瞄包点，再看一眼避免背头侧身，包点藏了个老六一个，预瞄后点立刻看侧身，有狙击手狙趴一下起身直接秒，这打击感真的棒。屁股来人滑手预瞄直接拉掉，换个弹赶紧看屁股，注意我们的预瞄，有狙来了，跳枪中两下直接一颗仙女棒，有雷躲一下，中路脚步架个斜角避免被狙看到，爬的声音瞄上边，用掩体穿他刺的，赶紧后撤放个无人机，看到了就掉了，就在墙后跳起来看他跑这儿了，喜欢躲是吧，滑铲好家伙上刀了，我再滑铲轻松拿下，兄弟们这是配件，赶紧去试试原皮，手感太好了，动腰 over。